生喜欢啥颜色的？偏棕的，不管是偏橘还是偏紫，我觉得都是偏棕。我不喜欢饱和度太高的，我前面都不修，我觉得后边如果这儿特别长的话，你在接眉尾的时候会有点怪，所以我会修一下这个位置。我觉得就是野生的好看。我这个是一个眉粉，哇哦，把眼影一般都用手推开，我就是用刷子把它画到眼尾，然后推一下。一个深棕色的眼影，就把它揉开了，晕了，基本上吃饭吃到后面它就没了。好多人问你的发色，现在好像掉了。发色就是，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普通的棕色，但是你就跟那个染头发的老师说，你要那种漂的情况下能染到嘴前的偏红的棕色。